什么症状？医生医生，我下巴好像脱臼了，我之前一直叫一叫，现在就变成这样子，你可以帮我吗？来，这里先给你。哇，怎么口水流成这样？哎，要记得多喝水啊。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使用 Dr. GJ 的这一贴药方，记得三餐前后都要使用，包括睡觉前，然后24小时最好都使用，这样才摇滚。你的脸哇，太棒了！我现在终于回到我最帅的样子 ，Rock。